猜在这儿参加一个贵阳的草坪婚礼。这是谁？好久不见。美女，你们是伴娘队的？我们是乐队的。哎呀，这漂亮！这可是我跟你说，婚礼第一场草坪婚礼，真有特色了。我在电影里头看见过了。啊，找天亮，二来你吃吧。好吧。不行。找天亮。我行。哎呀，真不累的，老刘再倒回他20年前，我还得评一回。你想啥？倒回去。就连那节目的婚纱照都是在这个亿诚这儿拍出来的，能看出来。你看那我们下雨的山沟沟，这不是我们下雨的山沟沟，可别就是。而还有前面墙嘞，前写下您的祝福。姐姐现在的家属真优秀，你看这人家选的饮料，好你喜欢，哎，你没商量。这是亿诚的，这也是亿诚一根产的，这还是亿诚的。也是亿诚，你们要想采摘这些个东西啊，都可以来这个亿诚这儿来采摘。看，这好。我结婚时候那个伴娘还没有结，哎呀，真后悔了，我跟你说。就像这个儿子婚礼再来一次，你是没生女儿，你要是生个女儿，你看多好的。你也不知道咋了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往上这儿你能跑吗？试一下啊！试一下啊！看前面，来3、2、1，跑！好，停！老刘，我叫你笑死！你不就这件事也是没你点啥不成规矩？俺就想着跑跑跑，你个急了吧？咱个老刘想着跑了3回，俺老刘跟他们说啥？俺说是不咋行，你们这让想着再跑一次。这里你的砖是啥样式？我替我给你取的。最亏的一是资料，我必须跑在最前头。老刘，赶紧的，想老累了，赶紧跑去拍去，赶紧。想起我们最最热情的掌声，共同祝愿一对新人新婚快乐。我们都想知道是什么样的姑娘能够让她沉醉其中。我们将目光看向后方，徐海彤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愿意。轻轻扶起她，有请你们面向前方。
他们新婚快乐。左先生，翻开你男人的臂膀。不用回首望，我知道清楚。这么大的草坪，你看看这多好了！你怎么去这样的狗去？而且那狗去造的可白，破丢丢的那天上上的。